就是终于合法，而且我没有看到这个活动，觉得非常开心，而且也看到国军的进步，觉得非常值得赞许，这样子，谢谢大家。就是其实这个世界还是很温暖，就是没有大家想象的这么可怕。尽管在封闭的军中，我也是受到许多同事及长官的爱戴，对他们也总是告诉我要勇敢做自己，所以只要我做得到，大家也可以，不要害怕。没有想过，所以我觉得可以结合一些比较现代化的事情，我觉得算是很好，就是不管是对军队对国家都是一个很好的方向，这样对。